人贩子追你？是啊，他马上追来了。这样啊，大哥一定要救救我，我好不容易逃出来的。那这样吧，你先往那里丑中那里躲起来先，等下我帮你支开他。谢谢你啊，大哥。我也是做东汉人贩子的，躲好点啊。给我站住啊！我的啊，站住！别跑啊！站住！哎，站住！有没有看到一个女孩子从那里路过啊？女孩子？是啊，她是我老婆啊。你追她干嘛？哎呀，我老婆整天夜不归宿的，昨天晚上好不容易把她绑起来，今天又跑出来了，我要拉她回去教育。原来是这样啊，给你戴绿帽子啊！哎呀，气死我了！有没有看到啊？哎呀，我确实也看到了，我也是最痛恨这种不守妇道的女人了。她往那边跑了，往那边啊！赶紧去追她，好好收拾她。哎，大边啊！确定，确定。啊，去，站住啊！别跑！哎呀，美女，出来啊！哎，大哥，他跑了吗？但是，我把他支往那边了。但是他说你是他老婆啊。大哥，你不要相信他的话，他说谎的，他是人贩子。不过我听你也好像是外地口音的吧，是吧？是啊，我走在路上，以后被他迷晕了，他要把我卖到大山里面那些老头当老婆。呀，这么坏呀！是啊，我趁他不注意的时候，我跑了出来。我先帮你解开了。谢谢你啊，大哥。哎呀，怎么那么紧啊，死结的，解不开啊。解不开，那怎么办？用你这个锄头能不能帮我弄开？也不好弄啊，等一下万一他追三个回马枪就不好了。这样吧，我家就在附近，你先去我家，我再想办法帮你解开它啊。去你家会不会不方便啊？有什么不方便的 啊这个你不用担心，好吧？那好吧，谢谢你啊。暂时也是先回避回避，不用他找到，好吧？好，走，这边。来，美女，到了，这就是我家了。大哥，啊，你家怎么这么偏僻呀？哎呀，没有办法啊，我们从小在农村大山里面长大，有钱有本事的都搬出去了，剩下我们这些穷苦的在这里守山了。这样啊，大哥，那我在这里等你吧。你先去帮我把刀拿出来，可以吗？你在这里等不好呢，万一那个人追到这里发现了你呢，是不是？我们到屋子里面慢慢想办法。啊！但是我进去了不方便啊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我还是在这里等你吧。哎呀，不用怕的，我家呢还有个老妹的，只是她现在上班了，估计也没那么快回来的，也没有别的人了。哎呀，啊，那行吧，应该也很快的。哎，赶紧进来，我想办法帮你解开。啊，来，美女，来，你先坐下来吧。那谢谢你啊，大哥，那你快点拿刀帮我割开这个绳子吧。行，我马上去拿工具啊。好，谢谢你啊，大哥。这把刀应该可以。哥，我回来了。哎，怎么今天那么早下班呢？哎，这个是谁呀，哥？哦，这个啊，刚才在外面干活遇到他被人贩子追了，我把他带回来帮他解开一下。是啊，幸好遇到你哥救了我，是不是？就被人贩子捉回去了。这样啊？是啊。那个人贩子这么可恶。是啊，他可恶了，年纪轻轻被人贩子抓。哥，什么事啊，老妹？你干什么呀？你还要把他解开呀？肯定啊，直接把他留下来跟你做老婆。那不好啊，成人之危啊。有什么不好啊？你想想，你今年都已经40多岁了，还单身一个呢。我们家里面的条件这么穷啊，也找不到老婆。你要是把他放了啊，你可能这辈子注定要单身一辈子啊。想想你甘心吗？哎呀，老妹，你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。就是哦。我看他也不错哦。而且啊，他不是那个人贩子手中跑出来的吗？ 啊你救了他，他以身相许，报答你不是应该的吗？也对呀、啊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你想想，死去的父母啊，他要是看到你啊，这辈子单身了、啊，那不是后继无人，没有人给你传宗接代的。还是老妹你聪明，那现在怎么办呢？这样，现在，那就按照这种怎么办？不过这样不，你呀、啊，对他好一点。要他给你生几个孩子，留下来之后他有牵挂了，到时候你对他好一点，你赶他走，他都不走。哎，是，就这么吧。哎，不用急、啊，我帮你解开啊。好，谢谢你们俩，你们真是好人。这把刀有点钝啊，我去换一把去啊。好。
别急啊，我个人很好嘞。是啊，你个人真好，幸好遇到你哥。哎，春雨，大哥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干嘛？你干嘛？老爷，干嘛要绑我？你不是要帮我解开吗？我不瞒你直说啊，我今年都38岁了，我还没娶到老婆呢。我看啊，我们也挺有夫妻相的。哎呀，谁跟你有夫妻相啊？老实一点，我跟你说，我哥为人挺不错的。既然你是那被那个人贩子抓的，你现在逃出来啊，我哥救了你，你就应该要以身相许，报答我哥。大哥，我可以报答你，但是我求求你放开我吧。放开你啊？好不容易啊，你送上门来了，我怎么可能放你走？你放心吧，啊，只要你配合好我。跟我在这里结婚过日子，给我30个8个大胖儿子，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。我老妹也清楚我的为人，我是心地善良了啊。没错，我跟你说啊，这里方圆10几里啊，没有人家的啊，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就算放你跑了，你也跑不出去。那不是，大哥，你不是好人吗？没想到啊，你是人面兽心的坏人。哎呀，不要这么说啊，我会对你好的，你放心，只要你配合好啊。大哥。你要是缺老婆，你可以找那些媒人啊，给你介绍一个。你这样子做是犯法的。我们大山里面的穷人家，要能找到早就结婚了，还能等到今天吗？是吧？你呀、啊，就跟我哥在这里好好过日子吧。是的、啊。你生几个孩子，从中间来重要。你哥来的，我哥他会好吃好喝的供着你，否则我就给你打了。总比你落在人贩手里毁了。一辈子好多了，说的对，你要是落在人贩的手上，说不定你那个心肝脾肺肾啊，全部给割了，到时候你连命都没有，你在这里至少还有一条活路。行了，就不要做，你就不要做无谓的增加了，没有用的啊！大哥，我求求你放过我吧，你们想要多少钱，我叫我爸妈给你们钱，我求求你放过我吧！哎、我现在就要人，就要老婆，就是了，钱有什么用？现在就是要老婆，走中间站。啊，老哥啊，这样，我现在去镇上买一点喜庆用品，你们今天晚上就洞房。好，顺便给他买点生活用品吧。我现在就去啊，放过我，好好配合啊，我就给你好吃好喝的，要不然呢、啊，你可能要受点皮肉之苦，跟你说啊，乖乖的，还等什么晚上？现在就去洞房。啊，不要，放开我。